咩？你都馬來西亞有咩搞？4月28日，點解今日咁多顏色？因為一個很特別嘅聚會嚟嘅。我哋除咗有黃色之外咧，我哋仲有青色喎。點解黃色啊？黃色咧其實係要改革嘅意思。青色咧就係有啲朋友喺度，除咗大家一齊影個相之外咧，仲係要反稀土侵入馬來西亞嘅。1、2、3，分飛！分飛！分飛！大家，其實我要強調一樣嘢，今日嘅聚會係十分之和平嘅，冇打交，冇鬧事，大家行下街，飲下茶，食下包嘅啫，係咪啊？大家講係咪？係，完全冇市民糾紛，完全冇警察嘅侵入，係好和平嘅行街嘅儀式嚟嘅啫，所以千祈唔好見怪，得閒多啲嚟馬來西亞玩下啦，係咁先。大家困住喺度咧，又唔出得去，個眼又好痛，所以我係嘥時間同你講嘅，亦都係好和平嘅一個示威嚟嘅。再過嚟嘅時候再同你傾啦，拜拜。好意思就是話冇咩拍得到，只係拍到啲好驚險嘅鏡頭。因為咧啲警察同上到嚟入到間店度，拍台扯人揼人之類的而咧，仲趕到嚟出去。咁樣咧個店鋪嗰個 Andy 咧都好好人，都同我哋道歉，我哋都同佢道歉咗。下次要揾佢幫襯佢，因為走到嚟後街，成日出啲飲到啲似樣嘅嘢啦。啊，實在好爽！見到有咩啊 ？charge 電啊嘛，係嘛？乜都用啦，直情係嘛？Yes.